台湾人有一句话讲：有钱吃免，无钱免吃。这间教育我过去时常来，但是呢，现在实在是不比当初伫个电视台较无钱啊啦哈。所以若毋是有人请我，我实在是吃袂起啊啦。高玉日本料理店在台北真出名，因为伊是大头家黄茂雄甲曹新成这些人做伙开的。嗯，看了没有？哎，你是讲这里底有蟹肉？对。他们前面上面这一层要拔开？不用啊，就直接开始。哦，他是直接，哦，就直接是蟹肉了哦。这种拔。嗯。听讲，伊个食材甲装潢，甲着即个日本本店个高玉日本料理，拢非常个同款，连师傅嘛是为日本请来。我一定毋是以前迄个电视台总监，遐尔啊出名。但是朋友也是这热情的招待我，唉，实在是非常的感激啦。不过不管是有钱吃免，还是无钱免吃，吃免免吃，我拢经过过啊，这就是人生啦。你讲是不是？